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，周天成两局不敌，失与棋止步四强。首局开局双方四平后，周天成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失与棋在18-20落后时，成功挽救了七个局点后逆转，以28-26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失与棋直接打了一波11-4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失与棋接着打了一波10-5，以21-9拿下比赛。